双胞胎的父亲了，就年就到年底，没毛病。你什么时候能结婚呢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差四五年就差辈儿了，是吧？反正现在就是那个当哥的，当弟的。那我家孩子出生之后呢？你家孩子出生之后也弟弟，对，好，骆子，生日快乐！你好，弟弟，生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感谢宇哥，感谢我东哥，生日快乐 ！OK， 主哥，再整整就整两句，整两句喊一个呗。哎，那太好了，死亡喊多了吗？必须得，画面必须得沉起来。哪个是？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哪一个喊？对，就这个，就是随便哪个都行，全来呗。啊，是这个不？你点一下我看是不是？这个伴奏好像是有点小点，就这么地吧，来吧。祝福狂友生日快乐啊 ！Happy birthday！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，这是网络里我特别好的一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姐姐。